搭棚南多七层楼垃圾堆，卸力保命。呢个32岁嘅工人撞到冷气机架，身贴严防，再跌落堆满垃圾杂物嘅天井，情况危殆。寻日朝近11点，佢喺油麻地梧松街一栋大厦7楼嘅天井外墙搭棚整冷气嗰阵，狗臂架突然松脱，由7楼直堕1楼。消防到场，随绳落天井，用咗大约半个钟，终于将佢救出嚟，送院治理。而睇住佢出事嘅35岁同事跑落天井嗰阵跌亲，就自行搭的士去医院求医。